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修剪视频，加班熬夜也是常事，眼睛经常是又干又涩，很不舒服。这不，昨天早上刚刚开始工作，眼睛就开始胀胀的。我马上拿出朋友送的蓝宝护眼仪，舒缓一下，独特的冰敷功能太适合夏天了。20度恒温冰爽冷敷，清爽感气囊按摩像一双温柔的大手在帮助我做眼部保健操，跟人手按摩很接近，完全没有机器的生硬感。接触皮肤的是高端蛋白皮，材质超柔软舒适并且透气，四大护眼模式可选，冷热敷兼备。我最爱的是冰敷的模式，就像做 SPA 一样，瞬间减轻眼部不适，而且还可以连接手机蓝牙播放喜欢的音乐，闭上眼睛享受身心的放松，一套自动下来，第二天熊猫眼都拜拜了。这款蓝宝护眼仪真的非常适合工作时间较久的宝宝使用，经常过度用眼的小伙伴赶紧给自己安排一个吧。